伊萨卡苏，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你在哪里的意思，在主语里面。然后我为什么会放这个歌词放里面，就是那时候阿公在病床上面的时候，然后阿妈就跟阿公说，如果想你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跟阿妈说，你就抬头看天上的星星还有月亮，然后你就知道我在哪里。好的，你们想哭的感觉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首歌先给你们。每次我唱这首歌，都会想到那个老人家的皱纹，还有那个他手上的年轮，年轮，然后他的笑容，年轮。年轮不是树才有，好不好？想到部落的那种感觉。下一首歌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最佳女主唱苏珊。然后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很有名很有名的一首诗歌，然后它一直都陪伴着乐团，然后也成为乐团的信念这样。其实不管我们未来的道路会如何，但是我们都持续带着我们相信的那个信念前进。那我们相信这个信念会带领我们走到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是依靠着这样。那这首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，然后就送给大家。就是手机就可以打开了，对，然后我们有白色跟黑色，
黑色站那个露一下，蛮好看的，因为蛮好看的。Music 对。好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后面有我们的 logo。好的。一定要上网支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160件。延续刚苏珊唱的那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我们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之后》，然后也是我们认为一直支持我们的力量，立在我们心中这样子，不会变。分享给你们这首歌叫《之后》。谢谢。